家快来瞧呀，布莱泽奥特曼在游乐场玩滑梯，突然天空掉下来了一辆挖掘机。没一会儿就掉下来好几辆挖掘机拦住了布莱泽，布莱泽奥特曼被吓得不知所措了，他慌张地四处寻找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挖掘机，他寻找了好久却什么都没发现，此时天空突然又掉下来了好几辆挖掘机，把他完全围起来了。我的天哪，我不会是眼花了吧，天空居然掉下来了这么多的挖掘机把我围起来了，大家游玩的游乐场里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挖掘机啊，这也太可怕了，谁能帮帮我，我好害怕呀、啊！布莱泽被吓得蹲在原地哭了起来，而此时来玩的小赛罗刚好看到眼前这一幕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游乐场里什么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挖掘机，都把整个场地挡住了？怎么里面还有人的哭泣声音呢？好奇怪呀，我要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这不是布莱泽叔叔吗？你怎么了呀？为什么要蹲在这里哭呢？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挖掘机呀？哎呀，叔叔你怎么不回答我呢？难道你被吓傻了吗？糟糕，不好，我要赶紧去找人来帮忙。小赛罗焦急地跑出去寻找帮助。他跑了好久，终于在路口发现了警车还有泽塔。泽塔叔叔不好了，游乐场里出现了好多的挖掘机呀、啊！更奇怪的是，布莱泽叔叔蹲在原地哭得很伤心，无论我怎么喊他都没有反应，看起来就像是被吓傻了。你赶紧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小赛罗，你没看错吧？天上掉下来挖掘机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，简直是难以置信，布莱泽奥特曼这么厉害也会被吓傻了吗？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泽塔叔叔，你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，就在前面，赶紧跟我走吧。小赛罗带着泽塔奥特曼一路狂奔往现场赶去。跑了好久，他们终于来到了游乐场。泽塔叔叔，你快看呀，就是这里，这些挖掘机横七竖八地停放在这里，看起来好危险呀。原来真的会有这么多的挖掘机出现在这里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，让我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。哎呦，糟糕了，布莱泽身上的光和能量都没有了，他现在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。泽塔叔叔，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拯救布莱泽叔叔呢？他可是我们新生代奥特曼，大家都很喜欢他呀，不能让他再这样下去了。哎呦喂，这可难倒我了，小赛罗，你想要拯救布莱泽只有一个办法，只有你唱奥特之歌获取足够多的能量，他才能恢复正常，但是这样做的希望也很渺茫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我才不会放弃呢，我一定会拯救布莱泽叔叔的，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小伙伴相信光和奥特曼，我绝对不会轻言放弃的。爱你孤身多强，爱你不会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可不一场，爱你波澜的一生最敢独命你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这个都一样。哇哦，小赛罗你坚持住呀，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你快瞧，布莱泽已经恢复了正常，太棒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多谢大家的帮忙，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守护大家的。不用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不轻言放弃，肯定会有满意的结局的。